早安。早。想吃什么？我给你点。三明治和果汁。好，马上为学姐服务。早安吻不应该是这样的吧？那应该什么样？应该是要让我一天都难忘。等我一下。喂，晨晨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怎么了？有人拍到你和陆景在街头手牵着手。什么时候啊？就昨天，不过暂时先被我们压下来了。我把照片发给你看一下，剩下的事情等你回来以后再商量。要不然你先回来吧。我知道你现在在热恋期，但是我不希望你事业转型的时候出现任何的问题，这会对你今后的影响非常大。我知道了。